好，我们来看一下隧道工程哦。这一张照片，看头的照片是台湾最高隧道的入口啊，关山隧道。这个不是修复完的样子，这是在这张照片已经二十几年前拍的，当时八八风灾之前拍的啊，它只有单线通车。那崖口这边非常漂亮，这一段是在那个这边是高雄，以前叫高雄县的地方，过去这个隧道就是台东了，哦。那出去隧道的右手边有一片非常大的，以前有十几部停车场。那你可以下午经过这边的时候，可以看到一整片的云海，非常美。我以前都骑机车到那个右边去拍照，这些照片是我年纪轻的时候拍下来的，哦。我年纪轻的时候非常喜欢拍照，哦。那风景照是我最拿手的，人物拍得不好，哦，那就后来留下这些东西哈，哦，那这是那时候，现在修路后我就没有再上去了，通车之后我一直没有再上去哈，因为听说车满为患，这上面出了隧道口旁边有一个关山岭山，非常好，非常好走，各位可以去试试看关山岭山的那个也是百岳，那这个后方叫快谷。这边是崖口这边可以上那个大关山，哦，所以这附近的山岳其实是蛮漂亮的，可是你看到这些节理，哦，其实这都不是很稳定的山坡，哦，所以各位有机会我们学工程的要看得懂这些东西好不好，这跟各位勉励，哦，那我们今天来讲看一下隧道的特质，哦，那隧道的定义其实在某种目的用途之下构筑成适当的空间的构造物，哦，那它的用途在什么地方呢？公路、铁路，还有给排水、灌溉，这都是水在走的跟人在走的，哦，那核电厂啊、地下核电厂啊、核子试验场，这是核那个我们叫核试爆的地方，哦，都用隧道。那它分为明隧道跟实隧道，你应该听到明隧道是什么，哦，好，那隧道工程有几个特点哈，国内在做隧道的工程营建工程比较少哈，那它的因为它工程进度很难掌握，哦，所以工程来讲的话，隧道工程事实上不好做，如职如期的完工很难，品质不好控制，哦，那跟地质的关系很密切，那台湾的地质其实台湾又位在断层带上，台湾位于欧亚大陆板块跟，哦，菲律宾大板块，哦，的交界处，所以其实要穿山越岭都会经过这些断层，那断层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，哦，所以各位以后做这种工程，不确定因素高的获利就不一定难，不一定好，哦，所以这个工程比较少人去做。哦，跟下礼拜要讲的那个河海工程都一样啊，哦。那照明跟通风哈，哦，比较狭隘，就照明通风都不好，光线不好。那施工的安全，我们看一下它的安全性，它都用有时候用周期性的开闸，哦，那危险性很高，哦，所以隧道工程真的是难度高啊，哦。那这一张是那个古峰隧道哈，哦，这是东部的哈，哦，好，那我们看。那跟其他形式隧道通道来比较的话，它总工程费用可以减少，虽然它单价高，可是总工程费不要绕，而且直行，车很快就到了。像我们等一下讲的那个深永隧道，哦，那从安朔那边，你看你开个车，它全部都高架，除了隧道外都是高架，就直接到大武了，哦。你看那以前是要绕台九线的，它现在叫台九乙线，以前要绕山路弯来弯去，哦，而且前面有大车货车，你根本没有办法超车。那现在你看那个开了这个隧道，从那边就快了。但是现在那个安朔前面那一段一直到屏东这一段还在做，哦，还没有很完全的是达到，哦，我们比较好的公路等级，哦，好。那行车时间缩短，那可靠性提供比较高的可靠性，哈，哦，好，那避免干扰高价值的地面空间，这是隧道主要的功用，哈，哦。那它的分类我们看一下，哈，哦，依地质来分叫岩石隧道、土质隧道。通常岩石隧道就是在穿越这种山林之间的，哈，哦，土质隧道差不多在都市里面。
那会用到土质隧道不外乎两种，一个地下，一个捷运，一个什么管沟下水。好、哦，所以你有做到那个 TBM 的，它其实有时候有土质隧道钻掘机哈、哦。OK， 好，那它使用的功能来讲，有交通隧道，有引水隧道，引水包括起排水，刚刚讲过了哈、哦。像我们的污水，现在都市的污水下水道也是用引水隧道。好、哦，这各位了解一下。那交通隧道就是各位常比较知道的哈、哦。那交通隧道其实是比较长度，一般指两公里以上，两 km 以上就是长隧道，哦，所以它就必须有通风、照明、警报系统的设施哈、哦。那市区还要考虑排除雨水所需要的排水系统、抽水装置，这都要经过设计哈、哦，不是说隧道挖下去就对了哈、哦。好，这是土城，现在已经开通了土城捷运，在施工的过程当中，那时候是这样，哦。那这是也是隧道哈，那它依它的断面来分，有圆形的，这是圆形的，有马蹄形的，这就是马蹄形的，这是阿里山隧道，阿里山铁路的隧道，还有半圆形，还有矩形的隧道哈。好，这是地下核专隧道，这上次柯P有去那个参观台北市那个也是地下好隧道核专隧道，那这是它的钻掘钻头啊。这是钻心出来的样子哈，钻、哦、心出来，圆心取那个什么，钻一段圆心，你不是有选取说什么叫做 RQD 啊、哦？一公尺里面占有2%，完整圆段超过多少的比例叫 RQD， 就是这是圆心钻出来的看哈、哦、的样子哈、哦。那这个就是地质处理，这是雪山隧道，哦，钻掘出来的样子，你看前面很破碎的，后面比较完整。好 ，OK， 好，那施工而分，我们看有钻栅隧道，有机械开挖隧道，还有明挖隧道、沉埋隧道。你看隧道在做的事就是这样，昏天暗地的。挖完之后，其实还有通，这是通风，这是照明。所以这张照片其实就知道，而且地上泥泞不堪哦。你进去里面走，你穿比较好的布鞋哦，可以跟你保证，最终都没有好下场。哦，好，这个是高雄捷运。CR6区段标，所以这一段就是出了左营出来变高架嘛，在左营站之前是地下化，那是最后出来的时候在做栈桥结合的情形哈。好，那隧道断面的名称我们看一下哈，那看一下这一张马蹄形的是可以了哈。第一个这叫拱冠，哦，这是拱的最高点，这叫拱角线，拱角，这叫侧壁。那这三个名字都在这里，好，我只跟各位讲一下，你看一下这名字，这叫底部。所以，那通常上部近似拱形，下部近似矩形，这是早期的，现在不一定，看你的机器。现在反而都接近圆形的比较多，好，因为钻掘机的样子啊。好，那这个是马蹄形的，这是阿里山森林铁路断面的道上面的图。好，你可以看到的铁轨在这里，它窄轨是0.762。公尺，那标准轨是1.435，啊，所以标准轨跟窄轨的差异哈，那台糖还有糖业的是五分车，啊，那五分车就是1.435的一半，啊，所以你知道五分车的话，就会知道铁路火车在开的时候轨道越窄，车越会摇晃，宽轨的话就比较不会，我们的高铁就属于标准轨。知道了哈，那各位知道轨道在设计的时候，其实是每一个地区它的特色啦。好，那我要跟各位讲的是，在对岸哈，中国对岸当时在招商，他希望说中国成为世界经济的中心，他就承揽了一些招商的时候，就好像我是预计他预计是要在中国的中部哈，应该是长安那一带扩建一些工厂。但是他们要克服从欧洲、从中国火车到荷兰阿姆斯特丹多久会到？但是这中间经历过很多问题，就是说轨道的宽度不一样，所以后来因为火车的轨道不一样，就货到那边就要把货搬下来，再搬到不同的铁轨上、不同的货车上面去装载，这样会影响那个货出货的时间。后来我记得好像是。
好像是这边的鸿海的董事长哦，郭先生，他提出一个想法，在火车上面放了不同的轮架，他到这个宽轨了就放宽轨的轮子下来，到窄轨就放窄轨的，就是车不动，轮子换，轮子本身会升降。那用这样一天内可以从中国的，我记得是兰州还是长安哈，可以直接到达阿姆斯特丹，他的货只要一天24小时就可以到达那里，比航运比空运还快，所以他那时候觉得哇，这很大的突破。哦，我们姑且不讲这个东西，那个东西代号叫一带一路了。啊，后来会发觉他讲中国的思路嘛，带过去。所以你知道经济的发展跟这些头脑其实有很大的关系，后面怎么样我们不谈，好不好？政治的因素我们不谈哈、哦。对了，懂就好了哈、哦。好，这是半圆形的轨道哈、哦，这是圆形的直线隧道，这就是捷运了，看到没？通常会挖两孔，然后你看到隧道就是这样，啊、哦，那这个就是它双孔，哈、哦，好、哦、，OK。这在倾斜的时候，你看直线是这样，倾斜的时候长这样。注意离心力的关系，离心力知道吗？你们在学公路工程知道吗？向心力跟离心力的关系，车在弯的时候，在弯道有一部分的超高，那在隧道工程也会。好，你不超高的话，车子一定会因为离心力造成出轨。好，了解吧？这就是弯道曲线段。那这是曲线段标准断面图，这是三星拱隧道。虽然各位讲三星，等一下你们看到为什么叫三个星？哦、好 ，OK， 它的隧道型也是这样。好、哦，各位看一下。好、哦，好，这是矩形隧道，这台南铁路地下化的矩形隧道断面。所以你会发现，哦，原来不同的隧道，这个大部分都明挖了，挖完以后撑模板，模板完分段，你们看分段施工，这边还有一些施工缝。还做一些防水装置，底下开挖完以后怎么样？填完灌混凝土，分段筑膜盖上来，最后填上去，这就是矩形隧道。会有圆形的因是用钻掘机去做的，了解吧？好、哦，那这个也是，哦，这好像也是台湾世系公司的哈、哦，这台南铁路地下化的断面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好、哦、，OK。